大家早安，这里是全球现场。我们先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以巴战事。现在以巴停火协议已经来到第六天，哈马斯在29号的时候再度释放了14名的人质，其中包括了10名的以色列人，还有4名泰国人，以及2名俄罗斯人，一共16名人质，现在都已经安全的离开了加萨。以色列也释放了30名的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现在消息人士就透露，哈马斯是有意再度延长休战4天了。好，另外也会释放更多的以色列人质。而现在居中斡旋的卡达就表示，目前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朝双方长期停火的方向来持续沟通协调。好，针对现在的以巴问题，中国大陆是本届联合国安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大陆外长王毅就亲自到纽约来主持安理会以巴问题特别委员会。好，现在呢，王毅就重申要提出全面停火止战，尽快重启两国方案，还有加速人道物资救援等等三大重点。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良知一边。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当前的巴以局势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我们据此提交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我们提出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救援，加大外交斡旋，落实两国方案等5个方面的建议。刚才我在会上宣布，为了缓解加沙地带的人道的局势，中方将再向加沙地带提供新一批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王毅也进一步表示，中国将和阿拉伯国家有关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把以巴战争列为安理会核心和优先的议题。中方还会持续接待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外长到访，将会尽快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达成共识，期待安理会可以发出一致和明确的声音。好，来看到这是在王毅在28号抵达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前夕之前，王毅他就先会见了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这一次到纽约总部这边的联合国，主要就是要针对以巴冲突特别会议来召开相关的会议哦。那因为大陆是安理会本月的轮值主席国，所以在王毅他行前也特地强调说，这一次的重点工作的重点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以巴冲突。而中国大陆方面也呼吁尽快要召开更具权威性、更大范围的国际和会，期待安理会可以发出一致明确的声音。好，其他来关注到了联合国大会这一次讨论的一个重点，还有呢，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来进行辩论。其实现在各国的立场都是不太一样的，发言当中也出现了不少针锋相对的很有火花的这样的片段。来看到这是美国的代表，他们就引用大陆代表耿爽的发言，认为说大陆现在也认同北韩在寻求自我防卫的同时，不能够以邻国的安全作为代价。而大陆的代表耿爽就当场表示说，美方的引用是不准确的。刚才美国代表在再次发言的时候引用了我刚才声明里的发言里的一些内容，但是很遗憾的是引用的可能不是很准确。为了让大家更全面准确的理解中方立场，我把我发言中的有关内容这里再重复一遍。各国安全不可分割，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如果朝方总是感到威胁，其合理安全关切始终得不到解决，半岛就无法真正走出安全困境。好，可以听到耿爽他是强调讨论过程当中各方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甚至是有冲突的状况，但是他认为说这代表着应该尽早恢复接触来建立互信，而他说呢，中国大陆也会朝这样子的方向来持续做出努力。好，另外一个关注的国际焦点就是呢，这一起意外事件了，就是美军有一架 CV-22 鱼鹰型直升机在昨天29号下午坠落在日本的鹿儿岛县的屋久岛外海，机上一共当时是有6个人的。好，其中有一名男性的机组员是被救起，但是送医之后是宣告不治，这也成为了鱼鹰机在日本第一起的死亡意外。有一名目击者
当时就表示，这个飞机在飞行当中呢是突然的翻转，而且旋转了180度，接着左翼的螺旋桨附近冒出了火花，然后就坠落到海中，而且这个坠毁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了爆炸意外。鱼鹰机当时坠毁的时候，附近是有大概5艘的渔船正在捕鱼，立刻就到这个意外现场来协助救援。有一名应该是机组人士的外籍人士呢获救之后，但是送医后不治。而现在日本的副防卫大臣宫泽博他就表示，这一起事故不是坠机，而是因为紧急降落在海上酿成的意外。但是冲绳县的知事玉城邓尼他就表示，为了要查，应该要进一步的来查明这个事故的确切原因，并且呢，在有这个预防跟对应措施之前，应该要终止使用鱼鹰机的相关训练。好，同时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是没有针对使用鱼鹰机或者说要停用来做出相关的表态。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